状况？有，怎么办？我们现在有做一种板子，然后会贴在墙壁上说，就是有提醒，板子上面会写提醒的。哦，提醒。那如果他看不懂那个图？那个我们有写注意。我们发现厕所很多人上完厕所都把卫生纸乱丢，然后那个卫生纸没有那个从原位拿过来，没有给他放回去。那我们的解决方式是拿那一张板子贴在厕所男女厕出来外面中间的那个墙壁，把它贴起来。就我们要你们写这一张单子，然后后面还有一页，就是画画的，后面是那个你要画出你对厕所的印象，然后前面都是回答问题。有点生气。怎么说？有点不耐烦。是因为小朋友听不懂吗？啊。这个是一周之内就要交，如果你一周之后没有交会那个。就不能抽了。经过这番折腾之后，就是五个班，觉得一开始心情很不好，因为他们有点不耐烦，态度有点不好，然后一直身上差不多一直到四年级之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很好玩。怎么说？因为他们我都一直在想那个后果，如果我们跟他们讲的时候，然后。一直想他们如果真的做到，就我们就有成就感，很开心，因为每班都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懂，然后交给我们，然后就希望最后厕所会变得越来越好。我心情非常开心。怎么说？因为以前我们以前都觉得我们都做不到，结果现在我们真的实现做到了，而且也让他们见识到我们真的可以去做，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可以有，我希望有很多人一起帮忙维护我们的厕所。先抽一到十张的卫生纸，再一张一张的擦你的屁股，再把卫生纸折起来丢到垃圾桶，大声一点，不要紧张，不然你的卫生纸会丢到垃圾桶旁边。你们辛苦了，我们很爱你，这点。你们辛苦了，要创造这个团队，很不容易。